哈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脑洞作战部，带你体验脑洞大开的手工。之前有粉丝给我私信说喜欢收缩雨伞的那期视频，但是步骤过于繁琐不好学，那么本期教大家一个简易版的立体雨伞，非常容易上手，不仅可以收缩，而且非常美观。那我们直接开工。像这样的菱形单元我们做两个，任选其中一个做伞面，一个做伞架。注意做伞架的单元沿直线上方多剪3毫米。
伞顶用白乳胶把细纸条缠绕伞骨和伞面的尖做固定。伞底用白乳胶只粘在伞架上，然后用细纸条缠绕固定。本期的教程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多多评论、点赞、转发，下期见。